来上场的这一位明星呢，我刚才就说了，他有温柔的眼神，而且有动听的歌声，他就是林宥嘉。那如果你选择在这个舞台上跳舞的话，会选择哪一种舞蹈类型？可爱的吧。可爱的，你没有发现吗？他今天穿的就已经比较像牛仔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据我所知呢，你还要为一位特别的来宾加油助阵，这一位是谁？你亲自告诉大家。张一山。来，有请一山。嗨，大家好，我是张一山。张一山在我印象里是《家有儿女》里面那个刘星，没想到一下就长这么大了。因为从小可能身体比较瘦弱，然后同学们呢有时候就会管我叫小猴子。当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哇，他的腰只有1.8米，怎么把我举起来啊？其实呢别的动作我们练的都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呢我就很害怕有一个托举，他那么瘦，我很害怕万一上台那天他把我摔得头破血流怎么办呀？总之呢，今天的比赛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还有一个超级有唱功的歌手为我伴唱，想知道是谁？有请张一山。男生巨压力的女生，中间的中生，我的背面太像指甲香团，劲爆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不安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干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补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只要他们会喊什么羊粉，哦哦哦哦耶，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清好歹不分。What you see and what you eat, what you see and what you eat.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奇怪，好过没吃过。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This is show, this is dance like professional. I see three different dance, boogie boogie, quick step and the jive. You've been star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like it? 你让我很担心。你能不能把这条裤腿伸起来让他们看看你腿有多细？对啊，我首先想好的就是青青，哇，一个大肩膀大脸大身体，哇，我舞伴选错了，他怎么举得动啊？托举是肯定没戏了。恭喜你，你把我吓一跳。哎，
张一山，你看他这个身板啊，不是特别厚实，但是我告诉大家，他练过6年的武术，是不是？对对对，从小练武。你挥一套武拳给大伙儿来看一看，眼见为实，好不好？好啊，来。哦。哇，这种气势，哇，整个地板在震哎。我看到 Roman 已经看出来 ，Roman， it's Chinese kung fu。Yes, I know. Okay. 张一山来教他一下。现在是张一山授课时间。哦。林宥嘉有点像在打太极拳。我看 Roman 特别像阿宝的感觉啊！谢谢 Roman。I teaching kung fu。嗯。And now you teaching cha cha cha。谢谢你，林宥嘉对舞蹈有点兴趣了吗？啊，有有有。嗯，下次你会选择恰恰还是功夫还是牛仔？我现在选择跳恰恰好了。哇，有感觉了。好，我们来请我们的三位评审。2、3、4、5，请亮镜。哇，三颗星，恭喜你直接晋级。谢谢。太棒了。谢谢林宥。